同学们，你们好，今日我们来上视频课。我们今日来做一个蝴蝶结，给今天晚上的直播活动加一个小配饰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个袋儿，然后把它捏成一个角，然后转一圈。哎，不对，把它捏成一个角，然后不是捏成一个角。哎，不能怎么弄来着？转一圈，绕一圈，穿出去。转一圈，绕一下，穿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绕出来。得，今日就是配饰先结束了，就是忘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告辞。加油了。来，首先我需要一根绳子，然后呢，然后你就把它这样，然后你就这样，你就这样一下，这样一下就变成一个蝴蝶结了。然后你就把它理一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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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理一理，非常认真的理一理。好，然后就变成一个蝴蝶结。今年能省则省啊，看就好，可以把它别在这里，或者是别在这里。你看这样可以放在这里，因为这里有一个，然后把这个袋子给撕了下来，就变成了两个，买一份的钱，然后就得到两个，然后还可以再得到一个。江江，这个也做好了，看就很可爱。然后也就是买一个你就得到三个，勤俭持家，小赵。